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94面，594面，从第七行看起，第七行从这念起啊，究竟一乘，一乘者，成佛唯一之至道，最极圆顿之教法，成为彻乘，一遇佛之教法。教法可载，可载运行人，等于涅槃彼岸，故名为乘。甚曼宝窟上云：“一乘者，至道无二，故称为一。运用自在，莫之为甚。”又《甚曼经》云：“一乘即是第一一乘。”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这一段念老为我们说明究竟一乘，什么叫一乘法？佛在《法华经》上讲过，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从这句经文，我们就了解诸佛如来慈悲到极处啊，佛帮助众生要帮到什么时候呢？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帮助你证到究竟的果位。华严经讲的妙觉如来，这叫一乘，这是佛的本愿。可是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太深，迷得太久。世尊虽然为我们讲一乘法，我们听不懂，不能够断疑生信，所以往往呢，在这一生当中得不到真实利益。于是佛陀就开方便法门，把一乘法了分成几个阶段来学。一乘法好比是现在大学研究所博士班，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可是我们的基础智慧都没有办法了学习这个课程，于是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这都叫方便说。目的呢？目的是叫你拿到博士学位。佛门的博士学位就叫做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这个名称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那这就是
像阿罗汉菩萨，这都是方便门呐。阿罗汉是小乘，菩萨是大乘。辟支佛算是中乘，如果讲三乘，就有辟支佛。讲二乘呢，辟支佛跟阿罗汉合并在一起。这是有时候讲二乘法，有时候讲三乘。可是如来的愿望是给我们究竟一乘法，那凡夫成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现成的事情。为什么？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是真实的，不是假话。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变成凡夫，而且还变成了造作一切罪孽的凡夫。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造的是什么？什么业？说实在的话了，人天业了，我们造的很少啊。人道的业，中国传统的教学被佛法肯定了，那是正法。五伦是人业，五常四维八德，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些决定不违背，你来生还生在人道，你不会失掉人生。在佛法里面，十善、三规、五戒跟我们传统讲的伦常道德完全相应的。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这个世界，好像造人业的不太多。那要造天升天的业，比人业更殊胜更高。高等的伦常道德，在佛法里面讲上品的十善，天道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什么？没有离开自私自利，没有离开名闻利养，没有离开贪嗔痴慢，甚至于确实有不少人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这样的心性他所造的是三途业，他造的畜生业、恶鬼业、地狱业。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年初的时候，我在澳洲，有个同学送一个片光碟给我看，唐太宗附体，他造的什么业？地狱业，他堕地狱了。你就问他为什么堕地狱？你是个好皇帝，为什么堕地狱？造地狱业，造的时候不知道啊，知道怎么会干这种事情？不知道。啊，那么我们今天确实也是不知道，伦理道德没有人讲了，学佛吗？摄善五戒也没人讲了，讲经的人有，啊，讲摄善五戒的人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没有人愿意听。啊，好像看到这个经论呢，自己看不下去，听不下去。啊，一看就好像都没有做到，算了，别看了。啊，绝对不是说不看就不读三途啊。不看你照料还是要照样读三途啊。啊，听看有好处。果然造了恶业，只要一口气还在，可以忏除业障，啊，可以忏悔的。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不知道忏悔法，这个事情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学佛的人，对于这些基本的课程，扎根教育，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不可以不看。《十善业道经》前面有一篇序文，它不叫序文，它叫上谕，永正皇帝写的。对于这部经很推崇啊，啊，他没有给其他经典写序文，单单为《十善业道经》写序文，用意很深的，永正虔诚的佛弟子。啊，做了皇帝之后，把他的雍亲王府奉献给佛教，做道场啊。现在诸位到这个北京去参观旅游，那是个景点。融合宫啊，里面住的是喇嘛啊，密宗，这是雍正皇帝过去没做皇帝之前他住的房舍，捐献出来了啊，这是个对佛法内行的人，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讲呢，基础教育决定不能够疏忽。佛法的修学，简单的讲，就求福求慧，福慧双修啊。究竟圆满的福慧，就是究竟一乘。究竟一乘具体的落实，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些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所以《胜曼经》上说，一尘即是第一义乘，第一义就是前面讲的究竟唯一的之道，最极圆顿的教法，这属于第一义。又尽心曰：一乘者，即智虽有三，其极无二。故曰一乘。这个知虽有三，通常也分配在三乘里面。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一切知，菩萨证得的是一切种子，是道种子，如来是一切种子，这前面我们都学过了。虽有这三种子，是其极无二，这个极是向上提升，最后都提升到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究竟一乘。法华经专说一乘之理，该经方便品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这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又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这是讲真话。成佛是真的，菩萨阿罗汉是相，真实这一条路上走，还没走到家，还在路上。成佛呢，那算是到家了，目的地达到了，阿罗汉菩萨方向正确，还没达到目的地。又经引述曰：乘是行用，行，我们旅行呢，旅行必须要用交通工具，乘是车，车的作用是交通工具，是行用的，旅行用的，行能运，运通啊。我们今天讲运输。疏通，故名为乘。随化多乘，就时不疏。佛
教化众生，方法太多了。在中国，所谓十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唐朝中叶以后，小乘没有了。中国这些祖师大德感到我们自己如根道，足以代替小乘法。所以小乘经典的翻译非常完备，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经典一比较一对照，你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我没做过，张安嘉大师告诉过我，巴利文的小乘藏比我们中文翻译的四阿含好像只多50几部。小乘经典大概有3000部啊，只多50几部，可见的我们的翻译了不起。几乎是完整的翻译。现在学小乘的没了。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在小乘经教里头大概学了有50多种，教我们学习。我们还沾了一点边。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多半用儒用道来代替，所以过去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对儒释道全通啊，不是单单学佛啊，四书五经十三经他们真念啊，老子庄子啊，道家的一些名著他们也学习啊。确实中国是多元文化少林寺有一块碑，这个地方是缩小了，就是这一块碑，少林寺的这块碑，这当中一个像，正面看是释迦牟尼佛，从两面看呢，一面是老子，一面是孔子他的题面是混元三教九流图赞。在中国，三教是儒释道，三教九流是一家了。这碑是什么时候刻的呢？唐肃宗时代刻的，唐朝。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300年。1300年呢之前呢，中国人已经在搞多元文化了。外国人到近代才搞多元文化。我们老祖宗领先的。
1300年前就高了，这块碑是证据啊。由此看到中国这些老祖宗们他们的思想的确是领先现代人。现代人想做的觉得很时髦，是创造，看到这块碑的时候就没话说了。中国1300年前就做了。所以教化众生决定不是一个方法一定是许许多多的方法。佛法因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文化不相同，生活习惯不相同喜爱的不相同，所以恒顺众生佛法绝不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主张是成见，早就放弃掉了。学佛一开头就把成见放弃掉了，就能够接受别人你想学什么我就教你什么。所以佛教的教育才成功佛教化众生不是随佛自己意思。为什么？佛没有意思，佛把意思都放弃掉了佛的心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住，这佛心清净平等住里头没有这些杂念前面我们读过佛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体相用有不是没有，居不可得体利一切相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离了。相虽然有，但是相是幻象，是刹那生灭相，不是永恒常住的。所以于一切现象当中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这样才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随喜功德是讲教学不是随佛，是随众生的。众生无论想学什么，佛都教你。前面我们读过，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这个话到底怎么讲呢？再讲清楚。你在一切法当中能够立相就叫佛法，执着呢就不是佛法了，就这么回事情
标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对于一切法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世间法。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法就叫佛法。你对于一切法都没有分别执着，也不起心动念，一切法不全是佛法吗？诸佛如来的刹土是佛法，恶鬼畜生地狱也是佛法，不执着就是佛法。啊，执着就变了，就叫它做世间法了。法没有改变，啊，是世间法是佛法，就在于你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法就平等了，法就一如了，一切法如如，是这么个道理。啊，一切法可以受用，不能执着，不能分别，啊，不能够占有，不能控制，这些全叫妄想。啊，把这个放下，放下就是自信呐。啊，所有现象都是自信变现的。啊，《华严经》上讲得好，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啊，心真心就是自信，真心就是自信，也叫法性，也叫真如。啊，大乘经教里面对这桩事情，佛用了几十个名词，第一义也是，也讲这。啊，佛为什么用这么多名词呢？意思叫我们不要执着。名词是假的，只要懂得意思就对了。破我们执着名字相，啊，用这个方法，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呐。所以随化度尘。啊，这就是说，旅行交通工具很多，都可以用。啊，有些交通工具速度快，有些比较慢，最后都能达到目的地。啊，这就是随化多尘呢，就是不说啊，是以演绎。于此一尘，求明究竟。啊，一尘法，终极的目标决定成佛，决定证得究竟圆满。啊，这就叫一尘。按此所以，说穷尽此一佛尘之理。为之究竟一尘啊，这些道理华严经讲得最圆满，讲得最透彻啊，法华跟我们这个本无量寿经完全相同啊，华严经细数，无量寿经略数，内容没有两样，
所以古德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部经，也是广略不一样，内容完全相同。称阿弥陀经为小本华严经，那华严经呢，称它为大本无量寿经。有没有错呢？没错。这个话是清朝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说的，这个大居士也了不起，一生研究经教，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他讲的没错啊！当代后来祖师大德对他的说法都予以肯定。他念佛求生净土啊，《往生传》里面有他的传记。是按此书的意思，穷尽此一佛尘之力，为之究竟一乘。那么什么叫一乘经，我们也就能体会到了。这部经对于一佛尘的道理，就是理论、修学的方法以及契入的境界，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就这个经称之为一乘经。该极乐诸大菩萨悲视红身呐，虽居极乐，但为哀悯众生，故任示现于三界生死之中，诸平等会尽勤修习。故经云：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究竟了达实相，一乘之理，得至涅槃彼岸，故云至于彼岸。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这不可思议。极乐诸大菩萨这一句，不仅仅是称十报土的，十报土的是摩诃萨了。也就包括了方便土、同居土。为什么？阿弥陀佛第二十愿，他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
那真不可思议啊！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大士啊，圆真三不退。就圆正三不退这个意思来说，《华严经》初注以上，啊，就正三不退这个意思来讲，啊，圆正三不退，圆是圆满，三不退正到了，但是没圆满。圆正三不退是这个三不退呀，古大德有说。七地以上，啊，圆满了，可以说七地以上啊，真正是究竟一真。啊，圆教初住以上呢，那是一佛真。啊，你要说他究竟一乘呢，也能讲得通，不是讲不通，能讲得通。啊，古德这种说法也有道理。啊，把究竟这个啊。设置为七地以上菩萨，啊，他们悲愿弘誓，啊，四弘誓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虽然。在极乐世界，在那里修学啊，目标是要证得妙觉果位。没有证得妙觉之前，这是化身菩萨。如果就阿惟越智，阿惟越智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所以一到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是究竟一乘，这广义的说法没有错啊。啊，你慈悲心重。啊，哀民祝福如来，六道十界的苦难众生呐，所以你常常示现在。三界是六道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常常示现在这里面，六道生死之中啊。啊，来做什么呢？来度众生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啊，那么菩萨救苦救难，怎么个救法呢？帮助众生觉悟。
众生觉悟了，就离苦得乐。不是众生在苦难的时候啊，他没有的吃的，送一点吃的东西给他；他没有穿的，送一点穿的东西给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只能解决一时，不能永远解决。这不是真的帮助他，真的帮助他，那也叫他开悟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示现在六道，没有不讲经教学的。讲经教学就是佛菩萨的慈悲救济。真正叫你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果，因就是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没有了，觉悟了乐就来了。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做什么？教学。这个一定要懂得。前年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去访问梵蒂冈天主教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梵蒂冈住了两天，两次的交流。他们主教团陶然主教做代表，他提出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天主教有组织，所以他们对于宗教方面的这些信息非常灵通，告诉我们最近这个差不多20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他们很担心如果这样下去，就是再有20年跟30年之后，可能没有人信仰宗教了。提出这么一个信息，我们大家听了都感到很茫然。这是个严重问题，这不是小事。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社会，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当时我提出我的看法。我跟大家说，当年摩西传教的时候，耶稣传教的时候，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传教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信仰？有那么多人跟他一起学习，而且世代绵延一直到今天。
2000年的历史，犹太教4000年，那是什么原因？到今天为什么会衰了？今天人不相信了，这是我们应当要检讨的，要反省。我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我们细心去观察，你在经典里面记载，去看到这些人当年在世都教学，他们搞什么？他搞宗教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耶稣教了3年，被人害死了。摩西也教了20多年，穆罕默德教了27年。他们都是社会教育家了。加上现在时髦的这个称呼。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你们想想他们是不是这个身份？而每个人自己的身份呢，是多元文化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你看，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有教无类呀，只要你肯来学，没有不欢迎的。你们细心想想，仔细在经典里面去看。今天摔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把宗教教育丢掉了，不搞教学了，不搞教学，搞祈祷。祈祷有没有效？有，不能说没有效。现在科学家也研究发现祈祷有效果，集体意识的能量不可思议。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可是世人不相信啊！你说有灾难，我们祈祷灾难化解了，人家说你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灾难，你在这里骗人啊！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啊！教学就不一样了，所以教学能治本，帮助一个人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弃恶扬善，帮助他改邪归正，这个对呀。祈祷是治标不治本。大灾难来的时候，临时祈祷有效。长远的呢，一定要教学。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尽快的恢复教育。像当年创教这些祖师，这个每一个宗教创教的这些大德们，向他们学习。宗教要不回归到教育，他的前途很悲观了，不乐观了。这是我当时提出的一点看法。我一生走的是教育，这是方东美教授跟张家大师指导我的。我出家，张家大师劝导的。
替我选择这个行业，嘱咐我要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这我们经典上看到啊，除讲经教学之外，他没有办过其他的活动。没有带着人打个佛七或者打个禅七，如果有这个事情，经典上一定有记载。没有啊。啊，大乘教里面只提到修心在个人，所以佛只是讲教，教你，你明白了，你懂得了，怎么个修法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修什么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就是修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用什么方法放下是你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不是一个方法。啊，每个方法都灵。啊，只要真放得下，放下恢复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恢复了，你就真的阿罗汉，平等心恢复了，你就是菩萨了。啊，大彻大悟了，你就成佛了。这是佛教育里头的标准。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非常慈悲，啊，自己还没有圆满证得，他就做帮助众生这些事业，啊，是现在六道三途，住平等会，精勤修习，啊，他有没有妨碍他自己修行呢？没有。为什么没有？他住平等会。这平等会三个字，就是经题上清净平等住。啊，平等当然包括清净，不清净怎么来平等？啊，平等比清净高。啊，清净未必于平等。平等一定清净，后面这个会就是觉。他们的心不迷呀，啊，在六道里头帮助苦难众生都不迷呀。为什么不迷？他不着。啊，因为他知道这些境界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在六道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通通断尽了，所以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在六道在三途在考验呢，啊，他有没有染着？染就错了，就堕落了，真的不然了，证明他提升了。所以顺境里面没有贪念，提升了；逆境里头没有怨恨，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不断向上提升。自他两利，啊，不是自他就没有自利，自他两利，啊，所以这些菩萨何乐而不为之呢？
啊，都喜欢干这个事情。古今云，与三界中平等精进。你看，三界就是六道，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平等的清修，帮助别人，也提升了自己。究竟了达实相，一乘之理。如果没有究竟了达实相一乘，他的慈悲心生不出来。真正了达，慈悲心自然生出来。为什么？慈悲心是自性本具的性德，不是外头来的。啊，只是我们自己有障碍，慈悲心显不出来。我们显出来什么？显出来是自私自利。啊，是贪嗔痴慢，没慈悲。啊，这些我们要知道，知道你慢慢回头，你慢慢改过，你才能提升自己。如果不知道，迷迷糊糊过了这一生，怕的来生比这一生更迷惑，这个事情例子太多了啊！来生比这一生更清楚的人不多，比这一生更迷惑的人多啊！那我们要做哪一种人？不能不多想想啊！啊，所以这些菩萨，他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但希望自己得知涅槃彼岸，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像自己一样啊，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至于彼岸。啊，都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念头啊。会说曰：“彼岸涅槃妙国也。”啊，这是“彼岸”两个字的意思。啊，净言疏曰：“啊，这隋朝慧远大师的话。至于彼岸涅槃即果即，啊，涅槃果即者，指涅槃之结果，即。”至高无上的国觉，究竟成佛，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在等觉之上，啊，这叫究竟成佛。下面这一段解释，决断以往，此有。意识这一句话，古大德有不同的解释。净言疏曰：“除妄显正，明断以往。”这个意。是菩萨很大的障碍。对我们来说呢，是严重的灾难。我们学佛，是不是真的没有疑惑了？不可能。如果真的没有疑惑，
那你修行就有真功夫。啊，你肯定得三昧，你肯定有悟处，不是大彻大悟啊，你也有大悟。这是一定的。经典里面所说诸佛如来的境界，不是我们的常识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能肯定吗？自然有疑惑吗？佛讲的是真话，绝不是骗我们的，也不是鼓励我们的话。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过，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老祖宗说，人性本善。啊，所以以后编到《三字经》里面去，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美的名词。啊，跟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意思很接近。佛是最善的，这善是最完美的，没有缺陷的。啊，是见心成佛。我们能不怀疑吗？世间人都是好人，我看这个世界坏人很多，怎么能说都是好人呢？我们看错了，佛菩萨没看错。佛菩萨看的是什么？性是空的，相是假的，所以他平等了，平等才是真善啊，平等没有过失啊。啊，这么我们的观点不相同，我们看的是妄想，人家看的是实相，是真相。我们只有肉眼，人家无眼圆明啊，他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那怎么会看错呢？我们连天眼都没有啊！啊，所以看东西当然看错。听佛所讲的，我们有疑惑。我们这个疑怎么断？啊，真正断疑是要修行功夫，要禅定，要般若。啊，真断疑生信。我们今天断疑生信，唯一个方法。求解悟啊，那就是读诵大乘经教啊，听经能断疑，读经也能断疑啊。没有听经的缘分呢，那我们就要读诵。古人说的话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义是道理啊，其义自见，道理自然明白了，道理明白了，疑就破了，就不疑惑了啊，这是个方法啊。一千遍念下来，你心定了，
但这个东西得一部经，不是很多经典。很多经典的时候，你念杂了，念乱了，这个效果很难。如果是一部经，一遍一遍读，这一部经读了1000遍，心定了。1000遍定不下来，我们业障重啊，这个要知道。现在的社会的语言很复杂，这不是善缘，很不容易让我们心定下来。这我们生活环境比不上古人。那怎么办呢？2000遍、3000遍、10000遍，你有这种决心，一直念下去，肯定你会有成就。坚持这个方法，这就是持戒，应戒得定，应定开慧。这是东方修学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几千年来了都没有改变过，都用这个方法，现在改变了，现在不用了，现在用外国科学的方法，这一科科出问题出来了，许多问题都被科出来了。你要不细心，你不会发觉。真正细心啊，你才晓得中国传统这个方法比今天科学方法高明，比今天的科学方法实用，真能解决问题。所以断疑生信呢，是我们先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功课要怎么学习法？说慧疏跟他解释是一样的。疏曰：“断除以往，智慧自生。”其一，皆偏于断自以往。但是嘉祥疏曰：“决断以往者，能断众生矣。”你看这个讲话不一样了，前面是讲自己的，断自己的以往，后面这个说法的时候，菩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断他的以往。两者虽异呀，但亦无为。说的虽然不一样，一个是断自己的疑惑，一个是断别人的疑惑。虽然不一样呢，也不相违背。因能除众生疑者，守自身无疑，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自己没有信心，怎么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自己有疑惑，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疑惑？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又自身既断以往，真知自身呐，必起大行呐，普令众生断疑真正。这也是一定的道理，自己的疑断掉了，智慧就生起来了。所以疑障碍自信本有的智慧，
智慧绝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佛说的这一句话，我们要相信。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不能疑惑。佛说的是真话，我们有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只是我们今天迷了啊，佛菩萨觉悟了。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我们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了，它不是从外来的。那今天我们的智慧德相为什么不能现前？我们有疑，佛讲的再清楚再明白啊，再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还是不相信啊，觉得自己没智慧，自己愚痴啊。这个世界上很多聪明人，我们跟他相比不如他们，都这种心态啊。这就是我们自己怎么修怎么学都没有效果，显现越来疑就越重了啊，甚至于连极乐世界就是在哪里啊，西方没有边际啊。啊，我念佛想去西方，怎么个去法了？这都是疑问呢。啊，真到西方，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去，带你去。你不必问哪个方向。啊，佛不来接引你，不带你去，你肯定没有到极乐世界。你找不到吗？你决定会迷失方向，所以一定要求佛带你去啊。佛会不会来呢？肯定会来。为什么？这是他48愿里头的愿望啊，他自己发的愿呢啊，佛来接引，给诸位说，是佛的分身。同时，一处，佛能分无量无边身。啊，接引设法，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一个都不漏啊！我们对这桩事情要有信心，决定不怀疑。啊，所以自身无疑，自身既然断疑生信。真知自身啊，本性里面的智慧一定向外面透露，透露的智慧大小跟你自己修行功夫有关系，你信得越真，智慧就越大啊，信得越少呢，
那智慧也小。啊，智慧生起来一定起大心，大心是什么呢？自利利他，普令众生断一真正，这大心呐、啊，你心量都开了。对众生起了平等心啊，不是喜欢的人先度他，不喜欢的人放在旁边慢慢来吧。啊，那不是真正觉悟的，真正觉悟是平等心，决定没有怨亲。啊，只有是只是讲缘分，有缘的先度，没有缘的后度。缘是什么呢？他能相信，他能理解，他肯念佛，这是有缘的。缘不成熟呢，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他不能理解，他不愿意念佛，不想到极乐世界，就是这是没有缘分啊，没有缘分可以等一段时期再来。故知经文呢、啊、是经而已啊，所以经文里头这两个意思应该都有啊，都能够讲得通。末后这一段真无所得啊，无所得，又云无所有啊，无所得跟无所有是一个意思，即空慧，这是真实智慧啊。空慧就是无分别智啊，这是大智慧啊！大智慧里面决定没有分别，要有分别呢，分别是烦恼，尘沙烦恼，执着是烦恼，见思烦恼。烦恼起来，智慧就没有了。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的菩萨根本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提无相之真理，即是体会这样讲也行啊，体会无相的真理，那也可以说呢，这个体是本体，就是真如，就是真心，就是自信，自信没有相啊，这个前面我们学的多了，三种现象都没有。自心无所执着，无住分别，是曰无所得。无论是在离体，或者在现象，都不会生。不会生心动念，都不会有分别执着啊！这是什么？真正晓得诸法实相，
啊，实相之体就是能生能现，不可得。啊，自相自性所起的作用，这就是能生万法。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啊，这些现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色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啊，他们起作用，常常将自信所现的这些相，让它产生变化。有几多变化呢？还原观上告诉我们，出生无尽，那就是变化了，太多了，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为什么？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念头一动它就变了。所以说现象里头决定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这个道理一点懂啊？决定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啊！所以它相是虚幻的，它不是真实的啊！这是无所得的意思。心经曰：“无智也无得。”《大智度论》里面说：“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名无所得。”又《涅盘经》曰：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这说得好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为什么？无所得，你看破了，你放下了，这是智慧，真是智慧。啊，为什么呢？你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你了解清楚了。你在这一切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跟菩萨一样。啊，还起心动念呢，你就错了。起心动念是迷了，起心动念是凡夫。啊，所以有所得，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统统叫无明。无明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你才会干这个事情。啊，真正了解，你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心经上所说的，这属于般若经，无智也无得。无智是真实智慧，那有智呢？有智就是无明。所以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有智是知识，无智是智慧。啊，般若无知，它起作用呢，说无所不知，妙啊！啊，知识怎么样呢？知识是有知，有所不知。啊，智慧是无知，无所不知。你看看它怎么会一样？
啊，智慧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道理，只有大乘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如果用粗显的话来跟你说，为什么有知不能解决问题？有知肯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在里头，那就把问题越来越复杂了，搞复杂了，不能解决。啊，无知不但没有自私自利，连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他所现的是自信里头圆满的智慧。所以无知也无得了，这是自信圆满的显露啊。啊，得个什么？他真有得，你得什么呢？他得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得的是大圆满，不是在里头得一个。这个事情只有如来化身菩萨知道啊，要不然你学这干什么？这是一切法里头至真、至实、无上的妙法啊，经教里的称为究竟一乘啊。啊，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先把它记住，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这叫观照啊。又曰：有所得者，名生死论。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你看，我们的拼命追求，我要得到，得到什么？生死论呐，这是轮回。起心动念，那是造轮回业。你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够出得了轮回？真正想出轮回，不再造轮回业了。轮回业里头最重的就是执着，你看执着真放下了，还有分别，还有妄想，他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就知道六道轮回的意义就是执着。啊，有些人坚固的执着，这成见呢。成见放下了，就能够恒顺众生，那不再执着了。
分别心放下了，不但能恒顺众生，能随喜功德。这是真智慧啊。所以菩萨永断一切生死。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他都断了。是故菩萨名无所得。这是真的。菩萨无为而无所不为，虽无所不为，真的是无为。为什么呢？他无所得，他为什么还要为呢？为众生啊，不是为自己啊。所有一切都是为众生所施舍的，没有自己，这是菩萨。为别人里面也有一分为自己，还是为自己。菩萨是丝毫自己都没有。这一点要懂，菩萨度化众生，所有一切设施绝对没有起心动念，他要起心动念，他就堕无明里去了，他就退转了，绝对没有。所以这些圣人的境界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总对他们怀疑，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对他一定有好处，祖师大德也随顺我们的意思吧，是有好处，有什么好处？提升他自己境界。我们要问他做这些好事是不是有提升自己境界念头，给诸圣没有，他要有这个念头，他是凡夫，他不是菩萨。是不是提升？真提升。无念无为才提升呐，有念有为，只有往下坠落，哪有提升呢？没这个道理啊！我们学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头一个要学随缘，什么都好。不要自己有意思。不要自己一定想这样做那么做，得到这个得到都不要。你才能真正的与大乘相应。否则的话，学的是大乘，但是所作所为依旧是凡夫心，依旧是轮回心。大乘真实的利益你没有得到。利一切相，即一切法，你才真得到。底下涅槃之说，真究竟了义之语，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涅槃经里所说的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所得者名为无明，有所得者名生死论，
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这个话真正是究竟了义之说。又正无所得者，如人王经两本所曰，无所得心者，无分别智也。这《人王经疏》上的一句话了，这真正是菩萨境界。于一切法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对色，耳对音声，乃至于意对一切法，一生念头，真正不分别了，就是我们经体上的平等，平等是不分别了，平等心现前了，啊，平等性质啊。一定没有所得的心，啊，无所得心就是无分别智的起用，啊，无分别智是体，无所得心呢是作用，有体有用。从用上看到你的体，从体上看到你的作用。啊，这都是修行。真实的境界，我们在大乘。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没到这个境界，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进入这个境界呢，是生十报庄严土。这是禅宗里面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这个境界啊，普通人没有啊。但是我们明白之后，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练啊，练什么呢？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两句话，去认真学习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要过分执着自己的意思啊，学什么什么都好，什么都随缘。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学得不错，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可以以他为做榜样，就是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没出家之前
啊，特别是年轻时候，啊，在日本留学，我们看那些故事啊，那不是假的，他那种分别之处，超人的，啊，跟朋友约会，啊，朋友都来看他，约到8点钟，啊。早晨8点钟时候你来，他一定准时。如果8点1分呢，他门关的，他不见你，你失信啊，你不守信用，不见你，下一次再用，这真不容易、啊、准时，早到了不行，迟到了也不行。那么执着 啊成见非常深呐、啊。以后学佛之后全放下了啊，什么都好，他在新加坡访问啊，所以新加坡他的朋友也很多。老和尚告诉我，弘一大师最好伺候，啊，什么都好，一丝毫挑剔都没有。啊，饮食起居样样随缘，一点都不讲究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弘一大师学佛之后啊，真正得到大乘经的受用啊，他不但好学，他真做到啊，他每天的功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最后这一卷啊，十大愿王道归记录，念得很熟，这一卷经他能够背诵，专心呐、啊！啊，这是我们应该学。这是无所得心的一份呐！啊，不认真落实，烦恼去不掉，智慧就不能开。啊，又为母慧云素，为母经啊，慧云大师的注解。这里面说，菩萨破去情相，道无得处，名无所得。情相是情执，情执放下了。就到无得处了。什么无得处？一切法不可得，这是无得处啊。为什么不可得？一切法皆空，体性空寂，万法是幻有，大乘教佛说过，所有一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所以你在那边起有得的心，有失掉的心，有得失的心，是虚妄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没有得失呢？这个现象根本不存在。不但外面的相不存在，自己的身不存在，自己的身相不存在，自己的念头、思想。 那境界相，那是这个精神现象也不存在，啊，肉体是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也不存在，连自然现象都不存在，这真的是无得处啊，这叫无所得。 经云：“证无所得了，即是道无得处也。”你入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化身菩萨所证得的，不是普通人。我们要入这个境界。 居里证得法身呢，就很接近了。啊，法身境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念佛人了不起，往生到凡圣同居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这太难得了。 啊，自己要修，修到这个境界，才能够证得阿惟越致，不容易啊！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像不难，细细想想，你去做，不容易，情执放不下了，最难放下的就这个东西，啊，身外之物很容易。 啊，情执最难，情执放不下，六道很难超越。啊，情执真放下了，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阿罗汉不容易啊，阿罗汉放下了。 所以放下，还有习气，习气还很浓，啊，但是习气呢，对他障碍不大，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能够升到净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四圣法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不容易啊。 啊，真正到无所得，那不是阿罗汉，那是法身菩萨。啊，阿罗汉居里证无所得，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啊，我们想到这个地方，自然就会想到。 念佛求生净土，我不走这个弯路，这个弯路太长，太难走。啊，念佛往生净土是一条近路，直截了当去跟阿弥陀佛，不再打别的妄想了。啊，一门深入。 常时熏修，在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